我们这一次哈、哦，总共做了600支的爱心雨伞哈、哦，然后我们送的单位啊哈、哦，就以吉安跟花莲市的派出所哦，最远送到凤林分局跟光复派出所哈、哦。然后我们做这个雨伞最大用意就是便民民众，还有我们的警务人员哈、哦，要出勤的时候哈、哦，可以用到我们这个雨伞。然后我们这个雨伞有一个功能，就是它后面这边是软的啊、哦，这边是软的啊、哦，有一些老人家可以做运动的时候嘛，可以作为拐杖用啊、哦，然后下雨的话就可以乘坐一下这样子。哦、啊，我们大概就是每个派出所都会送20支啦，然后还有乡公所、市公所，还有花莲县政府哦，我们都会送，哎。送600支嘛，总共有送个十几个单位，欸、因为乡公所、市公所各50支，然后花莲县政府是100支，